兄弟们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刚刚买了一张今天新出的时刻卡的英哥，昨天砍了49分，最近英哥感觉有可能要打出来的意思，表现非常好。这个球员呢有身高有投篮，我感觉应该是非常适合我的体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卡，进攻99，防守90，中投95，三分球90，切入扣篮90，控球也有86，可以做大背运，外线防守85，速度90。我们再看一下徽章，名人堂徽章有11个，黄金徽章25个，有第一步大师，可惜没有远程炮台啊。我们看一下他投篮包的表现，漂移中投绿了，三分球也可以，大背运做起来，后撤步中投又绿了。这是我今天比赛阵容，先发除了西蒙斯之外全部可以投篮，先发控卫西蒙斯，分卫布克，小前英哥，大前逼王大鸟，中锋波神，替补控卫亚历山大，分卫封城库里，字母哥诺维斯基，中锋姚明。我们来实战吧兄弟们。对手来了兄弟们，第一次用波神跳球啊，不知道他跳球怎么样。波神球是我的，还照惯例设置一下进攻和防守。把球交给英哥，直接来个边线双挡拆的战术，大背运，有机会来了，啊，漂亮！逼王大鸟，逼王，继续我们的边线双挡拆。突进来了，漂亮！干扰到了，篮板球是我的。西蒙斯来了，兄弟，替补上来，我们给司机一次机会，被打一个，啊，漂亮，金鸡独立。司机外线接球，再来一个司机，司机转身跳投，再来一个，厉害！好球，西蒙斯，英哥中投来了，我的战术。英哥三分球，外线出手来了，外线双挡拆吧，英哥准绝杀，看有没办法准绝杀啊。这个没有篮板球，篮板球是我的，
兄弟们，比赛结束了，以八分优势完成比赛。这场比赛本来不应该打成这样，大部分时候我打法并不合理，但是强队的话呢，就是能紧能松。第四节我打出来合理篮球，打出来防守，对手一下就顶不住了，兵败如山倒。兄弟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